这个人呢，你不见得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哎，这个人是谁呢？是个大忠臣。我唱歌你就知道是谁了。开封有个包青天，铁面无私辨忠奸，江湖豪杰来相助，王朝和马汉在身边。哎，我唱完你就知道，咱要说的是包拯、包黑子、包大人。那么说起这个铁面无私的包公，您大致有什么印象呢？马上您脑海里会想大黑脸，脑门上有月牙啊，能耐特别大，说能日断阳夜断阴，身边总是张龙赵虎马汉王朝，哎，这边展护卫，这边公孙先生，而且你看那个手里拿尚方宝剑，堂前这都列好了，龙头铡、虎头铡、狗头铡，铁面无私的形象。那么真实的包公是不是就这样呢？跟大家说实在的，张龙赵虎马汉王朝没有任何一本正经的史书说到有这么几个人，子虚乌有，龙头铡、虎头铡、狗头铡根本就不存在，尚方宝剑从来也没落到包拯的手里，而且包拯甚至都不是黑脸，更没有这月牙，也没铡过陈世美，这是真实的包拯。听到这儿你可能纳闷了，这些事儿都没有，怎么包拯名气这么大呢？到现在为止大伙儿都把他还看成青天贪官的克星，忠心耿耿的。那么真实的包拯是什么样？为什么真实的包拯也获得了后代这么大的追捧呢？咱们得从头说，咱先说这个包拯的特征啊，说脸黑，包拯脸不黑。咱们现在所有的一些跟包拯有关的，你看要开个玩笑都从这黑上使劲，比方说这展昭展护卫跟大伙介绍，我们包大人呢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到的好官呢。包拯气得一嘴巴，瞎说什么玩意儿，打着灯笼都找不着，我有那么黑吗？你看，说包拯拿一个 iPhone 4手机跟旁边说，你给我看看我刚买的手机为什么就黑屏了，怎么事儿？人家修理师看看，包大人的，你是拿你的这个头像啊当屏幕保护了，你看你们黑吗？黑屏了。哎，这都是调侃包公黑。那么历史上的包公黑不黑呢？长得不黑。哎，咱这样，咱先看看真实的包公那个画像长什么样。你看这画像大伙瞧来，包公黑吗？一点不黑，白白净净一个书生，而且也没有这个电视剧里头你看什么邓超啊、陆毅啊、还有金超群呢，他们演那些包公也没有那些人那么高大。包公个儿有多高呢？搁现在咱们这目测呀，也大概就是一米七，说白了在现代男人里都算矮个，一米七以下吧。所以白白净净斯斯文文个还不高，这是包公真真正正的外形。说怎么给他弄黑脸呢？这有原因。包公是什么官？那刚才哥开封有个，哎，包公是开封府尹。开封是什么？大宋年间的首都。哎，开封府尹呢就相当于咱现在北京市的市长。可那会儿这个开封府尹呢权力可比现在北京市长大多了。
所以包公并不黑，白不净净。包拯的黑脸原来一直被人误解，包公本是白面判官，那包拯那个能日断阳夜断阴的月牙是否也是后人杜撰出来的呢？百姓又为何如此偏爱包拯，让他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呢？说包公脑门上有那月牙吗？你现在看看谁正常人脑门上有那月牙？说有的人有残疾也不至于长成那样，那是怎么回事呢？有几种传说，一种说包公小时候啊淘气，让马给踩了一下，那马蹄那形状扣着，哎，挺像月牙的，哎，这是无稽之谈。还有一种说法呢，说包公小时候呢，他哥哥他嫂子，这不是咱们看那个什么《赤桑镇》呐，《包公赔情》啊，这些戏里头，说包公呢让他哥嫂给带大的，说他嫂子小时候看他淘气打他，结果他一跑，啪，脑门磕井台上了，磕出个月牙。其实这都不对，包公本身呢不是哥哥嫂子养大的。包公他爸爸叫包令仪，他母亲张氏，一直到包拯都30多了，人家老两口还在，身体倍儿棒，吃嘛嘛香，硬实得很。包公倒是有哥哥，还不是一个，有俩哥哥，但这俩哥哥死的都比他早，所以说包公是他嫂子带大的，没这回事。你看什么扎包勉呢，唱京戏咱们不少朋友都知道，包公最后啊，一缕全少娘心流泪，免了悲伤，养老从了中的成个当。哎，就说他嫂子给他养大的，其实这是无稽之谈，没这回事。那说为什么包公这脑门有这么月牙呢？因为当时包公干这个事儿啊，很让人佩服，在朝廷上智斗群臣，刚直不阿，跟皇上都敢较劲，这不一般人能做到的。老百姓呢就把包公啊当成天上文曲星下凡，说这包公能耐呢不光是能够断阳间的事，阴间的事也能断，这叫日断阳夜断阴。当知阴司何在？你身为当知阴司，掌管阳间索命牌，竟有亏之手胡乱勾魂，该当何罪？当生则死，当死者真，你错又不知，但严查嫂无罪求死，杀人真凶，当死有人，这难道不是你有亏之招？69岁改为29岁，大胆，是谁出该生死簿？哎呦妈呀，你心中不敢说，不说就唯你是问。青天大老爷，咱们过去有个词儿什么？明镜高悬，所以我就希望包公啊，脑门上能有个月亮，明月悬到这儿，哎，能洞察一切人间事物，洞察秋毫。所以这么传来传去，中国有个习惯吗？有能耐的人，那天生就跟别人不一样。项羽俩通人，刘备手长过膝，耳大垂肩，重耳，这肋条骨是一块儿。你看，这都是历史上的，咱们说叫异人。一出生跟别人不一样，所以说包公这样人物也得跟普通人得区分开呀。怎么弄呢？脑门上挂个小月牙吧，这叫日断阳夜断阴。所以包公这月牙啊是民间给传出来的。那么咱们看包公最出名的事儿，那就是驸马爷金钱看来端详上爷桌，哎，铡美案铡陈，说有没有这回事呢？也没这回事，包公从来就没铡过陈世美。那个龙头铡、虎头铡、狗头铡，说狗头铡铡黎民百姓，虎头铡铡朝廷命官，龙头铡铡狂心国戚，这是胡说八道扯淡。为啥？你铡朝廷命官、铡黎民百姓都没问题，皇亲国戚你动得了吗？中国历史上所有皇上大义灭亲的，说皇族都随便斩的，那全有特殊的政治目的，没有一个朝代他的法律清明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程度，不可能的。这是封建王朝从来没有哪个做到这一点。所以这个龙头铡象征着老百姓一个美好愿望，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。礼不下庶人，刑不上大夫，皇帝的亲属我让你随便就跟老百姓一样犯罪就给斩了，哪朝哪代都没这事儿。所以这是给老百姓灌的迷魂汤，你们信吧，我们这个公平公正啊。
白了，一任地方官，皇上不可能长期把这马将给你呀。上方宝剑，乌镇擒贼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万万岁万万岁